欠账欠成老赖，法院准备拘留。关键这个钱我大人啊，简直是老赖！你老赖，我毒死老赖！拘留收了。法官反复查找，力求彻底执行。抓紧时间，不能犹豫。见证本期播出《破局》第六集，南药的欠款下。记录故事现场，见证社会变迁。我非常迫切地向记者赶快出去参加地方经济建设，说通俗点吧，想挣点钱。就是咱们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。让他还钱，是不是得让他出来做事情呀？你再说，名下有中国石油5850股。嗯。这玩意儿还跟人说了个全套，那老赖他毒死老赖。好，叫他来商量，现在不来的话就封他门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先生不要对他宣布拘留，就是可以把他让他叫法院来协商事儿，对不对？把他叫到法院来，如果他态度好，把你这事解决，咱就不用拘留；如果他态度不好，如果是还不执行，今天呢，咱就对他采取拘留措施。欠申请的货款不还，通知他他也不来，我们找了几次也没有找到他。这个今天是申请人提供他这个在他家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对他采取拘留措施。法院小姐到法院寻你当年老皮，谁叫我了？当年把你这儿还态度还恶的，明白啊？啥可明白？我给你亲自打的，对。
是不是联合法院？就联合法院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法院判决，你看这是一七年十二月到现在，到现在一直，对不对？想办法，行，把你没办法，咱给他进去啊，就把你跟上，把你带进去。现在还要忙着，你看见见的还要问啥呢？这是他钱包，小孩也不在，钱包怎么？有点钱藏，钱包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就他一个啊，就算。嗯。把你这个钱包打开啊，看一下啊。钱包打开的。你自己打，自己打，自己打。拿看身份证，身份证，那拍，没问题。那你的银行卡什么都都看一下。卡上有钱没？啊？这都是别人的卡，我现在别人的卡咋能放到你家？我现在一家学校里给人家打工着呢。这都是朋友的。别商量啊，就是朋友的卡在你的钱包里啊。我现在能坐下吧？我今儿可以坐。我现在是有病的。你有啥病？我刚喝完药。我有啥病？这头这儿出了一个肿瘤。我这房子都被银行、你们连法院都冻结着呢。房子是我们查封着，对啊，就因为你欠人家钱。对，是的，我现在欠人钱，我没有，从来没有说拒绝不还过。因为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等于是我把钱把人家钱因为你现在的所有的账户，法院都冻结着，所以你也不可能取一番。对，所以你名下就没有卡。你把打开支付宝，来把支付宝也打开，微信钱包打开，钱包打开。啊，我们看一下交易记录。啊，把你的交易记录。都是他的，两个都打开。钱包，帮我看一下你钱包，办你钱包。七月份交易还挺频繁，一直有交易。你这几千是咋回事？对，我这几千，我现在给人家在红木鞋那边打工着呢。看支付宝余额。啊，你看吧，一个。不是说有钱不给你，有钱早都给你。你说你家娃有啥事儿？你说我没给过你啊？2000、3000我借都给你。你看我让你一个月还3000，你都对呀、啊，我得有能力给你啊。3000，你多少钱？几千了，你这几千钱，你这个活动还比较频繁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就是你不要说假话。我现在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红木鞋这儿给人打工着呢。他现在账户现在一万。一月一万，你这人家习惯早都还了，你为啥不还？你把你七月份的流水统计一下，不止那个流水是人家的公款，我不能从人家公款里拿钱吧？我从人公款拿钱，我就说哪能私自走你个人流水啊？我现在给我弟在打工。说过去嘛，你是这样。现在到法院，你们两家在这协商啊。好。能协商不成了，你到时候再处理。好。那你不要操作了啊。不是我打个电话，廖世全、沈庆、执行你，这个债权转让合同，你看，那咱法院在这个执行期间通知你，为啥不来？当时我在外地。人家在外地，你得从。我那里公房是有。你从这个案子从2017年12月1号开始，到现在已经。
7个多月了，那难道你一直在外地？再一个，我们法院就说是通知你多次，包括我电话给你本人打电话，你也接到过电话，但是你态度很恶劣，要你爱咋咋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。你听我说，张同我去，就这个判决，我去给人家。这是。这个张鑫的母亲怎么对？2017年11月9号就已经这个判决生效了，认为这个判决判的不公，你可以申诉，因为原来你这是缺席判决的，而且人家传你，你给人家无正当理由给人家不到庭。传的时候，我应该是没有在先，我没有收到。你不要说你没在先，你不可能是常年，你不可能一直在。这个传票我确实没有收到。根据你这个行为啊，这个数字。咱今天给你宣布，对你采取拘留措施，啊。现在你不管咋弄，你帮我先撕了管了。站起来啊！站起来，你宣布这个拘留证啊！拘留决定书啊！你不管咋弄。查明，被执行人陈。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依据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111条第1款第6项、第115条第2款、第116条第1款、第3款规定，决定如下：对被执行人陈拘留15日，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决定此日起3日内。口头或书面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，复议期间不停止本决定执行。2018年7月21日。这个我不服，别弄，反正张丹活着也没意思。这决定书，我不接受你这个签字。签个字。签字。我不接受你，我不接受你的这个决定。我这个不服。不服，你在3日内可以向中级法院申请复议。我先不服。但是不影响本决定执行。那我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。那已经再跟你说了，能不能了解清楚？认为作为一个法官，能不能把这情况了解清楚？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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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详细的说，我是拘留你15天。那为什么？如果说你再走下去，按具体罪说给你判刑你。都没有什么结果，你把所有严肃的罪名听我说，到现在不老实，对不对？你到现在你啥不老实？对不对？那哪一点不老实？判决判了，对不对？生效了，去年都给你判。法院审的时候你都不来，确实没有收到你传票，而且这个案子这个九线台已经拉走了。你没有，你作为一个法官，你能简直是个老赖，你能不能把这那老赖那就是老赖，你能不能把你把事情的情况能不能了解一下，对不对？就制裁你，杨法官，你把这个事情的情况了解一下，你再收官啊。你现在行不？你想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，咱再说行不？你说你没有收到，我们这都通过。这个 EM， 对不对？现在跟人家说这个判决跟人家咋闹，帮你一家谈。叫个先给我把账算一清。你哪里就在哪里啊？你从学校里你们把就拉起，拉到哪儿去了？别说话。你好好说话，舌头白搁那说话，呀那不见我这不要脸的人。哎呀，太不要脸了！你有文明。我完全。我说你不执行是吧？不执行一会儿就把你送走，你给钱了。我不是不执行，我得把这账给他说清。执行了，咱给你等一会儿；不执行了，立马就把你送走，咱就跟你不废话了。有没有特殊身份？是不是人大代表？啥都不是。是不是政协委员？啥都不是。是不是党员？啥都不是，就是一个卖酒的。行。法院现在正式对你采取拘留措施，拘留15天，羁押场所在西安市拘留所。现在可以告知你的家属。啊，你家属说，我现在把你拘留了啊，告知。一会儿就进去就大堂了。把你这个东西拿上啊，收起来那个。
上座以后，到了碗以后，这个人就开始闹腾，说他又这脑子长瘤子了，又是脖子不行了，然后咱又返回去，又去做了检查，二次检查。那是看守所叫咱检查。去的嘛，看守所。啊，看守所叫咱二次再检查，检查啥？你去以后给你胡说，你看这一见完，你到晚上为啥送你去？给你还闹这个瘤子，检查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，好了。家伙，这主流实话。反正连拿片子还到了，第二天的凌晨了，大概一个1:30了。1:30。哦。你像他这，给他送进看守所要经过这个医院，可以说是人家说，哎，我有啥病？马上给检查，哎，我头昏，做 CT， 哎呀，那确实，都啥都没问题才送进去，有时送进去还不行。那看守所前天发生一个，就是，这个被害人在医院都检查了，这个人身体还是不行，后来又检查进去了还不行，我们把人就只能解除，就关不进去，就放了，一放申请不答应，到处告法院，就从这点就可以体会这个执行难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现在运接电话了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估计是给你不是在这儿，这就是，俺给他爸打电话，这个严正他爸打电话，这个联系不上了，哎，估计要出来，谁给你先？不。好好配合了。如果你还要想这个抱这个侥幸心理啊，哎，我这个就是关一段时间没事，不可能的啊，反正要进一步对你采措施。那是老杨，那我说两句啊。我想你这样啊，当然目前还不太成熟，我先提一下，就是作为一个初稿，咱讨论一下也可以。就说那个20000那个，我觉得目前难度不大，想想办法呢，那个顺便借一借的，那个很快就能把人家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关键是这个16和这个35，这个呢，我觉得我出去还是得做些事情，而且要加点时间。就是照目前，现在已经是7月了，就7月、8月、9月，7、8、9这3个月，我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，这两家呢每个月给人家先还了1-2千块钱，这不是问题，应该可以办到。从10月份开始，就是说可以逐渐向上涨，匀加速越来越快。就是这样，为啥这样设计呢？这符合就是一个事物的发展的自然规律。那你几十万，不要说利息，本金你这还10-20年还完，不现实。哎呀，好，这个今天把这个严正这案子再在一块儿合一下，第三案这个拘留马上也到期了，看来严正现在这个到目前来是。不太配合啊，抱着侥幸心理。在根据咱们这个相应的这个执行措施上的这个程度，上的这个频次，他的这个态度也不停的在转变，不断的在试探咱们这个执行的这个底线。因为第一次拘留他的时候，他明确就说，我不知道你法院要拘留我，如果我知道拘留我早就跑了，这个概念就是，他压根儿就对法律是藐视的。第二个案子拘留以后，家里面都来了，什么这个研究会也来了，要报是他意思，也想就是解决这事儿，时间快到时候他又变了，压根就又没人管这事情，这次咱海量的第三个案子把他又拘留了，他父亲来，我交了个2万，有人说能不能把这2万也交，你把我就得放了，避重就轻，就跟你这儿斗。最后这个一看在这不同意，而且这第三次这
时间马上要到了，哎，他又叫谁都不来了。根据他目前不如实申报财产者，法律规定还可以拘留15天。所以在这次我考虑就要叫他没有控制权。针对这个案件，针对这个被执行人啊，从整个这个执行的这个过程来讲，这个人从态度上还是比较恶劣的啊，而且他根据咱们这个拘留的时间，他的心态不断的在变化啊，实际上是跟咱们有点斗法的痕迹，明显啊。哎，看时间一长，他就给你缓和了，到快到了，快到他就给你变化了，叫不来了。所以我同意刚才楼局长、段长那个方向啊，就咱们现在面临的这个第四次拘留，是吧？所以把这个法律依据找准确啊，为我们以后用拒执罪啊这个方法来打击啊。精准打击做好这个铺垫啊！刘院长，把这个也同意你们合议庭刚才提出这个下一步追究拘执，大家讨论意见都一致。李总在这个最近几天，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有财产拒不履行的相关的证据固定下来，一个是和这个本班的这个学生家长想办法取得联系。看每一期学员大约有多少人，然后每一个学生交多少钱，间接的能证明他的一些收入情况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个，刚才听杨厅长汇报那个交租金，有个18万还是8万块钱那个交租那个情况，向哪儿交的租金？票据从这个收取租金的地方调取一下，所以在这个时间紧任务中，抓紧时间固定证据。这个李总在咱这个司法拘留期满之前，叫公安要介入，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要衔接上，不能让人出去以后再找人就不好找了。对，你现在就面临啥？就是这几天时间有点紧，再一个他这个不申报财产者。这个咱们拿这个法律依据啊，法律依据。那个啥，不申报财产这个啊，要以这个事由追究拘执罪，必须依据。那申报有啥？你光是有在那，再包括他这个烟的也给咱是有，啊，这收了段给咱段县不提供，就是他管账的。这样严厉给咱们提供协助证明的义务，他有证据支持的。而且从前期这个案子为啥比较扎实呢？刚把这个人带回来的时候，这个女的跟着来了，然后这个案子一直都是用视频，都证据都固定下来。那个手机其实很关键的，那个手机为啥我们现在也是跟当事人斗智斗勇啊？他所有的这个收付款都是有记录的，他只要把手机打开，这个女的有密码，他只要给咱们把这个咱们全部都截屏下来，其实这就是拘执罪的证据。这个所以这个严厉还是很关键的，如果这个突破了，实际上这个学生的那个是个间接的，你他直接有收款的证据。这个你们研究，觉得如果对咱这个整个案件处理有利，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，对，协助义务，包括这个严正冠这个公司，咱们到现场一再向他示明，就说不能以内部规定对抗法院的调查，如果下一步还是这个态度的话，咱们可以对他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。先生，严正这个案子还是比较典型。自己欠账不还，还办这个办学降国学，降道德经，讽刺。没有，最可笑的是那个啥，人家到那个就是18号他们提审的时候，人家都开始来说啥，还降国学，我是后长，然后我还10德8德给咱，那不来相声给他念，反思还是语中拾德，咱在里边。还给大家还要教什么？教国学呀！啊，确实是，这个典型，这个社会道德是一个作为典型的办，对，这个案件一旦移送公安以后，让咱这个杨厅长就和这个侦查员一直保持联系，全程跟踪，案件这个进展情况，咱要及时配合，到最后到了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。
公开审理，公开宣判。对，行，要起到一个震慑作用。震慑作用。如果采取拒止罪的打击方法，最终他迫于这种压力，哎，把这三个案子都了了，这就是咱们一种最好的一种结果啊，最好的一种结果。这个案子。就这吧，就这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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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最近天热啊，大家在执行工作还要注意身体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领导。好，好。单位的事情越做越难弄，反正都是公，对你来说也是公事。嗯。你在州司法院的？啊。哦。州司张局长啊。啊，张局长。我在配合咱联合啊。嗯。他那个。租房合同还有他交钱的票据都复印一下啊！租房票据又复印一下，又有那啥，又给他提供一下。嗯。那个白经理，好的，就是他那个跟那个研究会是个啥关系啊？就严正这。跟研究啥？跟研究会啊？研究会他等于就是他可能利用一下资质嘛，啥？这个你要具体情况要问他，人家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啊，就是具体就是他在这给你办的手续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对对。交钱也是他交的。对对对对。把那个他那个原来交钱那个手续，交钱那个手续还给他复印一下。啊，复印一下。嗯，也是。哦，你是这样。把你们拍照把我删除了啊，没有经过法院拍录音录像，这要拘留罚款。那你们这东西咱们要处理这东西，那肯定咱们要说一声了。啊，你当然有你的法律规定。嗯。那我对这事情不懂，那肯定要问一下。人家至于我咋说，那可以你传达，就你说那话，他可能不懂，那他的问题，那家伙我再做说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话要说。啊，删了。啊，你需要删了，咱应该删了。多。啊，这个。但是光跟领导说，法院执法你不干。这个咱法院都是绝对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严厉跟严整，也就是你刚说严整跟这个心安，嗯，就是，在这儿主要是他俩在这儿，还是还有其他人？然后他爸也原来有时候也来。哦，他爸也来。啊，他爸原来也来，原来一家人也来，我很反感这个事情。我你这是个单位嘛，你弄你家来成了你私人家庭的这个啥呀，不合适。对。啊。咱听着，他现在就是跟这个严厉，也就是叫个心眼的。嗯。就在这儿，吃素都在这儿，在这儿捏了一楼。吃没有在这儿，吃他不是在那个啥上面。啊，在上面上面个长寿宅，因为他也是没有钱，也是没有啥个长寿宅来住，他在下面住宅。对，西安市老子研文化研究院研究会。拿点那个叫，拿点那个产品，拿老产品去。嗯，人家这个物业银行还交了个12月29号交2万，这是个3万。他在7月交2万，那现在严整他在这儿，走你这两处这个地方，这个门现在能打开。哪个门？就它下面的，包括上面都能打开，都能打开。啊，俺本身都有钥匙，都有钥匙。啊，那一会儿你打开，咱进去看一下。哎，这是空气好。这空气好。啊你要来到亚运馆，能活一辈子。啊。今天有州县执行局的配合。这个严生官这个态度也有所转变，答应带我们去，看一下严正在那边办班的经营场所。一旦我们进去看了以后，我们就会，了解到这个严正在这边的收入情况，对这个案件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好，这是有空调没有？空调在打，走，在凉快。哦，那这地方还不小呢。需要把它整个搂一下啊，搂一下的。那他现在平常就是在这办公。啊，他平常就是不是下面就是上面。你看，看下面我得是有宿舍啥的，他这我看主要是讲课弄啥的。啊，这主要是讲课的。啊，讲课。啊，一这165平方。大概是165。下来啊，那不这，
这他这是从2016年到现在一直住宿在这儿。一六一七一八。哦。然后后来又搞出来扔了。哈哈。做你这环境倒也好呀，这那个学员来请是啊，就做垫子。学员是厨房的。哦，做的这个。哦，这两天有几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看我这外边有装，哎，这还有40、50个，这都不看我这儿。哦，我在这儿装，就你这儿。啊，我这看看来也就是个做的摊子。哦，嗯，那就是最多的时候你是有多少？60多个。最多有50多。50多个。这里边啊，也做不上盘子。对。哦，你这个还是有收入，你不可能是半小时有收入。你说我，那就看到就干了，说话又不诚信了。哦，不诚信你不愿意还，那怎么办法？他这个又不如实你，是这个收入状况，你再就破账，还是不老实。这老赖又借了。老赖，你看就是压根儿他就不像。不像，反正就包括你这走进，我刚听你说就是，你用他是气质，你不气他可能也就。那好，我把我照片让你看一下，就让他宝贝儿这脱衣服。啊，怎么钱交了？啊，不弄他就不交。那身上还是有钱。刚开始去还有团队的，咱也知道还有团队的呢。对，有团队的。家伙，就是根据这个环境看，这个情况看，是有一定的能力。哎，还是有能力。对。啊，我不诚信，我说没有的。你他给你不提供这个收入这个情况，你也不好掌握啊。所以这家伙就是。还是一种老赖，典型老赖。叫这把咱这个道教文化都有玷污了，哎，确实的，要打起对象。走吧，走，来坐。嗯，好，来坐。哦，对，好，坐。以前是晚上来的，在唐代这个于震公子，可能在朝廷在宫里面也受到排挤，最后到这儿来以后，只要是。研究这个养生修身养性的，所以说这个叫延寿观。就是因为他不申报，对，好。你反正我说，那你我不理想，你把我拘留了，咱可去了，咱是因为他不申报。本院在执行2017。审案0104至1448号，申请人卢与被执行人严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查明严征拒不申报财产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111条第一款、第六项、第115条第二款、第116条第一、第三款规定，决定如下：对被执行人严征拘留15天，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决定书后3日内下。父亲即将出狱，女儿却不愿接受。我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。公安民警驻村担任第一书记，却揭开一段陈年旧事。他能否顺利回归？考到100分呢？他又和这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渊源？见证下期播出，驻村书记的请法奇缘。